Hello， 各位觀眾大家好啦。咁話説咧，就啱啱大家各位街坊可能見到我哋咧喺度有啲打鬥嘅場面，純屬係一個嘅影片製作，劇情需要，大家唔需要擔心。咁可能有啲人啱啱就玩嘢啊，即係可能就特登即係唯恐天下不亂就報警，即係話我哋呢度打鬥，其實就絕對冇呢一回事。我哋係一啲後生仔、年青人就去拍一啲演藝嘅作品，一啲武術題材嘅作品啫。即係呢個作品咧，都係想去宣傳呢、這個帶出呢個正能量啦。咁啊，絕對我哋全力支持香港警察，亦都希望香港市民會全力支持我流馬車嚟緊去投考，嚟緊會去做香港警察，能夠成為香港警隊一份子，守護香港。咁啊，大家即係如果見到有啲咩嘅即係黑暴啊、黃絲啊、嗰啲曱甴啊、黑勢力、惡勢力，唔使驚，第一時間。即係如果佢襲擊你咧，打你嘅話，咁啊用適當嘅武力，我諗可以自衛啦。如果真係都驚嘅，或者驚受到傷害嘅，一定要報警，揾我哋即係最尊敬嘅呢、這個香港警察去即係去執法，冇錯。我哋一定要支持香港警察，亦都希望係啦，香港個社會就和諧啲，大家都能夠去互相去包容多啲。咁啊，冇錯，啱啱我哋嗰個就係純屬一個製作啫。咁啊，好多謝啊，我哋嘅即係一個非常之專業嘅武打，未來武打巨星新星葉子濤啦，即係非常之優秀嘅。咁啊，同埋我哋啱啱嘅導演啦，一仔咁啊，係啦。咁啊，多謝各位荃灣嘅街坊，我一定會唔會令你哋失望。流馬車一定會全力咁樣去守護好香港。咁啊，即係我會去警惡懲奸，捉曬所有嘅壞人。Hello， 多謝呢位街坊。Hello， 多謝，可以，我哋一齊過嚟上可以，唔使怕醜，可以嚟就可以。過嚟啊 ！Hello， 女女有冇睇馬車哥哥嘅片啊？冇啊，爸爸媽媽走啦，拜拜。咁啊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最後有壓力，有壓力點算呢？海豚音嗌下咯，我流馬車將會做嚟緊做香港警察，守護香港。多謝大家，多謝各位荃灣嘅街坊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咁多年嚟一直對我嘅關心、支持同埋愛護，我一定會好加油。多謝大家，我會將所有嘅暴徒 ，Hello， 喂，各位警長，就繩之於法，守護好香港嘅呢、這個治安，係咯。如果啱啱嗰條有啲影響到大家嘅，唔好意思。咁啊，我會繼續加油嘅，多謝咁多位嘅街坊，多謝先。啊，想訪問一下呢位先生啊，你點睇馬車即係做香港警察嚟緊？即係 very good。即係支持，有信心嘅，即係、啊、對嚟緊香港嘅治安應該都會有信心啦。係啊，多謝呢位先生先。馬車咁好打，係都係冇咁講，冇咁講。即係可以拉曬啲壞人。我專打壞人，拉壞人啫。呢位先生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應該你係讀緊書啊，而家都係。係啊，讀緊書。即係如果流馬車做香港警察，你會點睇咧？即係馬車做香港警察，佢高我成寸咯，高我成個頭啦，已經哇實可以打敗嗰啲黃絲黑暴，一拳一個支持，真係多謝你先，真係多謝，一定會加油嘅，唔令你失望，多謝。好